从现在这个画面的距离上看，大概有个一两百米。好的，两位现在大概只有两三米的。四十。哎，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在他。是多少人？高空对谈。这个位置是应该是想他们两位是不是一直在这个还在考虑这个如何交换的？因为他不可能跨过他整个的身体。对。哇，他成功了。他的终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观众朋友，高空王子阿德利先生，兄沙特尔比他的师弟沙特尔还要。现在我们看到阿德利先生的唯一。过去了。